因为漫威，他希望断了我的后路，希望我能跟你们彻底决裂才这么做的。他很聪明，他的目的达到了。 这么多天，我也一直都在撑着，不想等到 K 计划性能稳定了之后，再去找周文谈一次。你明明知道 K 计划是用白老的性命换来的，你还把碳素科技和上欧的关系瞒了那么久。 不就是因为高级动物有这个死穴吗？即便那场大火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你父亲高展阳所做的一切，足以让我们势不两立。我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已经查出是晚期，恐怕也没多少时间了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他赎罪。 所以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空中还原还给大家。你觉得你现在还能说动高栋的所有人跟你合作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你误解我。好了，我刚刚说的就是我的全部计划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才告诉你。 我曾经那么相信你，但是那件事情之后，我甚至一直在怀疑我对你的判断。你觉得我还能相信你？如果你不愿意相信我，我也能够理解。那就等我把空中花园真正还给大家那一天吧。